姐姐啊，我准哎，备了一个小才艺，我想给你表演，我想唱歌给你听，可以好吗？好，咱们尽量都别违规，好吧？嗯，正常，啊，不会对的。对对，咱们都正常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唱吧。姐姐，我开始表演了，姐姐。OK，嗯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冬瓜、西瓜和蜜瓜，不爱我你是傻瓜。苹果什么？芒果、苹果、火龙果，我是你的开心果。姐姐，好听吗？哇，就是如听天籁啊！那个什姐姐，么，我姐姐，如我听今天真仙的乐练耳习了暂好明，久。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我天，绝了！你这个嗓子是被天使吻过吗？还是被上帝吻过？姐姐，我被恶魔给拉扯过。你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把它吃了。鱼染真如。行，姐姐，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真的，是吧？好，谢谢，真的好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会做你的始终粉，姐姐。好，谢谢，好捧他，希望你互一如粉互常粉。吧，姐姐。我今天就只是想给你唱首歌而已，姐姐。唱的特别好，只要你喜欢就好我吧，回姐头姐。把这一段剪出来，就作为那个起床音乐。姐姐，你就那什么，不要发那个什么动态就好了哈。这个必须得发呀。不行，姐姐，我害羞，为什人家么？害羞。为什么？你有多害羞？就你害羞的动作是什么样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展示不了，姐姐，就我是们在连线啊，姐你姐。可以描述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姐姐，我还要再加一个兰花指，姐姐，就是好，兰就花这指样。掩面。这样，等一下，你教我。天哪！是这样吗？差不多吧，姐姐，你那看来你真的就挺差害不羞多。的，真的挺害羞的。对。好，姐姐，那。就先这样吧。等好我明了，天准备新的才艺，我再连你，好吗？好，OK，我爱你哦，拜拜。拜拜，在甘露寺别惹事啊。